下来怎么了？走，我们到办公室说清楚。不，你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。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报警。你是不是不给我走？你没有权利不给我走。我就是没有权利，我们有我们的保安。好，不让我走。嗯，这个他是说是这个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，说不让我走。我当时真的很怕，因为他说要让我进办公室交谈，我不知道进了办公室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好像还拿着8848手机。前面来着一个人，旁边不让我走，真的很牛逼啊。你拦住我的车，把你的执，你不要碰到我的车，你把执法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。啥？执法证，你有什么权利拿住我的车？你对你支付着你累呀累呀。嗯，你有什么权利拦住我的车？我问你。那个知道那个家伙这样，你他有执法证吗？嗯，一点你我去。他是不是有执法证？嗯，一点我去。我去机场接人，你如果机票损失你负责吗？嗯，对的。是不是你负责？你看这那个是那个啊，这桌啊，你我去啊，这负责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是这国家电网的负责人，你这样有权利拦住我的车吗？嗯。你这样有权利拦住我的车没有？我没拦你的车。那这个是你们是不是你的工作人员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。那他如果拦住我的车，没有你为啥要一直陪着我？我就帮你问一下，你为啥我跟你好好说话的时候，为啥你一直拿手机要拍着我？是你拦住我，我肯定要拍，留下证据。没有，我就你没有拦对吧？没有，我拦了没？我到现在我跟你这个是不是你的员工？是我们的员工啊。你跟他是不是发生有纠纷啊？我们是不是报警了？报警，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？那我机票出现延误的损失你负责是不是？我们不负责，我一概不负责。你可以，你可以，那感觉有问题可以报案，但是我现在要走，有事情。那你走呗。走，可以。你不要拦住我的车，他让你不要拦。这个是你的领导吧？嗯，就是。那你走。家父后那个点。不，那你那旁边一下。嗯，那你让旁边一下。那不是点，那你。不，你是这里工作人员是不是？嗯，那管你点那个，那不是点。你到家管到家，那管你点，那去啥？那他站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想问一下。没有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为啥一直？为啥我要保留证据？没有，我一进来我动了你没有？没有动，我没有说你打我。说话去，好不好？但是你这样拦住我，那我机票的损失是不是你负责？我啥都不会给你担的，所有的这些事情是你走开走开。我请你。那不是给钱钱吗？去哪弄嘛？我机票损失是不是你负责？你在旁边。不，你把那个啥的，你不要碰到我的车。嗯。不要碰到我的车，你不要碰到我的车，你离远一点。嗯，离远点。不要碰到。我坐呀，你把弄啊。不要碰到我的车。我把你这个车坐呀。你不要碰到我的车，我跟你说了，出去。嗯，怎么样？你可以离远一点，不要碰到我的车。你先把你的身份证出去。身份证。我昨天就情况跟你说明啊，昨天我在这充电。嗯。然后他说我来充电，为什么不来打声跟他打声招呼？嗯。那时候我是晚上12点的时候，这里开着门，我从浙江就每一个站充电站过来。我没有碰到过充电要打声招呼的，然后他就骂骂咧咧的，就这个情况嘛，然后就各种的刁难我什么的。那我现在要去机场接人，我没看到，没看到。你要接人，你去接你的吧。那我先走了，王总。感谢当地警方小哥哥公平公正的处理事情，让我平安的回来，真的太感谢了。